都好大哦。压力不离亚多啊，因为靠差高，天会冲啊小啊。真的。各位乡亲，苦了，乡里几位来了。大家好。每日一词，快下第二课了。耶！感谢乡亲的支持。支持啊，支持！你刚才做华语，想让我们是每日一词，让我打工。因为我们太忙。我在吃八十米，还是每日一词加，都变成韩国。没办法，直接保持起来，没办法。真的。大家都已经把耳朵围起来了。没错。你刚刚背我英文单字。没有。你的麦已经拉塞。今天被人尬形容词。哇！有，刚讲讲到你们对哦，真的假的？有人讲那边有没有盖小姐那动物嘞？动物哦，狗、狗啊，猫、猫啊，长颈鹿、麒麟猫，哇，这你也会？阿狗啊，你看有麒麟猫，你看好肥皂，麒麟猫过马路，过马路，有人圈导盲麒麟猫，笑的，真的，那形容词太难。怎么说？刚刚讲的那形容词哦，好酸，好甜，好苦，好辣，真的哎，要实用哦，快教我们，酸点好。三六六，你还看好？啊，你可看不好。奇妙的是啥？你知道不？什么？当你说三六六的时候，你的嘴型也会呈现酸溜溜。真的假的？你讲三六六，三六六，哇！三六六，哇！哟，真的哎，唾液都分泌了。哟，你的嘴型，对，赶紧讲一个。真的，再试一个，再试一个。咸豆豆，哟，咸豆豆，哎，今天可是功课哦，真的。六 G 的加一部的电子词典，你还记得？没错，没错。今天加的 Google 里什么 Google 吗？教育部的也可以哦。我的礼金。哎，可帅哥。哭哈哈，哭哈哈，哭哈哈。哭爹爹有看过吗？没有哎。哭爹爹哦，哭爹爹。哇，哭爹爹。哭爹爹，可以哈。真的不错。低部分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低部分，我这是块低部分，我比家伙还清新酒店，专门躺着喝，我用低部分，低部分，低部分，真的哎！你要不翘的话，你的部分直接就翘起来，真的。那些朋友跳舞就对了。拍照的时候就可以说低部分。对，那你看，还帮个你 A B C， 让你躲在低部分。耶，爱戴文。然后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财财。柴仔了，柴契尔夫人，都柴可夫斯基了，柴契尔夫人，柴的你五百五百，喝加五百，喝水分那样，加个茶茶嘛，茶茶，所以可以茶茶吗？哦，茶茶，茶杯杯，你猜杯？啊，茶杯杯，茶杯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什么意思？就是茶茶茶，茶茶茶，不是茶杯哦。哎，你怎么讲？你讲哦，妈爱茶杯哦，好你妈累死，累死我懂。是哦，所以是茶杯杯，茶杯杯，茶杯哦，茶杯是不好听的。哦，好好好，各个部落都是哦。他不可以说是硬邦，铁铮铮的男子汉哦。他刚查的是硬邦邦哦，硬邦邦的男子汉那不哈。差别了，看一下。好好，那么我们复习一次吧，蔡老师。早复习时间。耶！甜文文，酸，生溜溜，苦，咸，豆豆，辣，辣没啊？查其他的功课啊？查。好查。哇，所以今天还有功课哦，老师。哈，现在压力很大哎。哦，紧紧的领带哦，好，来，让我们来，紧紧的领扣扣边。再一波就吹起来，真的，好快走。没错。好快进，今天功课就是辣。辣。锅里面要洗了。辣嘻嘻，辣辣叫。辣歪歪。辣晒晒，辣晒晒。辣，今当去敲电话问阿妈，母亲节都要问妈妈、问阿姨、问阿金、问阿姆吼、问金儿，应该问。好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听我嘛笑了，听。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功课今天做。好，期待下个礼拜。感谢各位喜欢看每日一词。你有人跟你干交讲啊，干这条不好笑嘞，卖啰嗦啦，实用较重要啦。没错，会晓讲较重要。